大概国文，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部首的读音里面比较难念的。我们先来看一画的部首，一，一不难念，但是部首是一的字，我们通常会比较没有想到，所以我找了这几个，这个字念成考，丁也是一部的，丑，盖，丙，是也是一部的，不，且，成，丢，并。这还蛮有趣的哦。再来第二个部首就比较难念一些了，是一个直话，它念成滚。说文里面的意思是上下通也，就上下贯通。揪、中、风、串一点，这个念成煮。怎么联想呢？它是煮这个字只取上面，这样很容易记住读音。它的意思是有所觉止，就是会停下来啊，所以我们后来拿它来当顿号，完、烦、单、主。下一个字呢是撇，它就是念成一撇的撇，奶、酒、汁、饮、呼、乖、成都是。后面这里有点特别的是，拼跟乓都是撇部的哦，但是士兵的兵它是八部的，字看起来很接近，但部首却有不一样。下一个字念成绝，它是倒挂的钩，像一个钩子一样倒挂。了、于、是，接着进入两话，这个字是头、王、抗、交。这个字呢是人，它通这个人。物、圆、允、照的里面这里，而再来呢，客是人部的，经重复两个客的经也是人部的。下一个囧，它的本意是离城市很远，比较郊区。染、侧、在。那比较令我意外的是帽上面这个竟然它也是囧部的，还有醉，这两个字竟然不是日部或是约部，我觉得很特别。下一个密，它本意是覆盖、冗、冠，这可以联想吼帽子啊，就把头盖住。下一个字兵，东、野、准，比水少一点，三点是水，两点是兵，结冰了。下一个几，一体字是通几次的几。黄很特别哦，但是如果我查了凤、凤凰、凤凰这两个字常用，但是凤呢它却是鸟部的。凯、邓。下一个坎，它通这个坎，凹下去的地面。凶、凹、凸。出也是坎部的，我觉得比较特别。寒，下一个包，它通这个包。勺、云。再来下面这两个字，我觉得很有趣，他们两个看起来长得很像，但这里呢接得很准，这里念成方，它是盛物的器具。筐、匣，这些都是盒子、木箱子。匪，下面这个字前面这里凸出来一点点，它念成细，它是隐藏的意思。皮、腻、曲、扁。下一个是节，节的本意是身份或权力，代表身份或权力的信物。所以你看，印、为、知，这个知是酒杯哦。软，还有这个卷。下一个是喊，三边有住人的洞穴，崖、后。三话为，它跟口有一点不一样，新手注意一下。围绕的意思。四球，这个读成纸，这两个字也很特别，这里有跑出来，这里没有。纸是从后而来，
这个部首我们常见的字不多，下面这个字是虽走路迟缓，例如下葵，这个念成葵，科乌为葵。下个字棉，它是有内饰的深乌，那字体很常见，我就没有写了。下一个字是汪，是脚跛了，跛脚。油嘎旧，下一个湿尺这个字，下一个撤，它是粗生的草木，草木刚长出来那个芽，所以比较特别的字是屯这个字，上面加了一画，下面延伸出根来。再来是川，它通这个川，周朝。再来凹，意思是细小，所以这个挤是一些小小的东西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很多。眼，依山崖建的房子，所以序库。这个字读成隐，长行就是走很远的路。停言，这个字是拱，两手捧物。常见的字比较难念的有这个，捏是二十的意思，变弄闭都是。翼是有绳的箭，绳子的后面绑着细丝，这是打猎的时候如果射中猎物比较容易跟着细丝去找到猎物，不然猎物跑掉了或者是猎物掉在草丛里就要找很久。是下面这个字是稷，它是猪头的意思，所以这里念成鹿，彗星的彗。看上面这个字形哦，这个稷也常常被写成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字呢是小的猪。山，笔画画出的花纹。燕，玉冰翅，它是左脚的步伐，右脚的步伐呢是这个蹴，左脚加上右脚，它就是行这个字，所以左脚的步伐、右脚的步伐，它有缓慢的随步的行走，所以通常行啊比较没有目的性，在古字里面行比较没有目的性，或者是从 A 地往 B 地快走的感觉，行比较像是漫无目的的，或者是比较随性的。往得，再来四画，扑轻击的意思，轻轻的打他，所以你看扑大部分都有鞭策别人的意思，例如说打他让他改变，或者是打人民让人民去做对的事，就政治。打小朋友让小朋友去学习，通常它都是轻击，更多有告诫提醒的意思，不是真的往死里打。凶，这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，这个凶的底下这竟然是铺布，铺也常常写成这样，它是营救的意思。无，它通这个无，既然的既。约是说的意思。取义更书成会替都是。书是竹木的兵器，不是金属冶炼的那种，所以常常这个书啊比较常当成起义或者是民兵会使用的武器。断杀壳。无是不美毒玉。爻是八卦里面的横线整根的，这个称作阳爻，这种断掉的称为阴爻。八卦就是用这个方式再分阴阳。爽耳。接下来墙，木头被劈两半的左边那一半，那右边那一半呢就是片哦。墙五画，书是脚，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书都写着很清楚，这个念成字。再来床，
疾病，病这个字，床铺的非常多、哦、我就举一个字当例子而已，波，行走，感觉得出来，这边也是左边的脚，这边是右边的脚，鬼，发，灯，柔是受踏地面，受脚踏在地面，雨，万，晴，六画，密，是细丝，红，放在下面这样写，紫，否，是盛酒的瓦器，刚，庆，这个字读成庆，再来这个是网，通网子的网，这很有趣哦，这个上面是网的变形，下面呢是长长的，所以这是长柄的网子。其实了解字根有很多字就不用再记意思了哈，这个字读成挂，歌舞啊挂，伐，垒是农具的曲柄，弯曲的那个把手，耕，玉，这是笔，四，肃，严肃的肃，你看它下面的这两画在这里，还有肇事的肇，喘是违背，这只脚走这边，这只脚走这边，走两边不同边，哦，这边是一只脚，这边是另一只脚，这样记。顺，悟，艮，易经的卦名，它代表的是山，梁，间，呼，是老虎的花纹，虐，除，毁，通这个毁，它是毒蛇，蛇，鳌，还有两个重复的，中，亚，是覆盖，所以要不要的要跟覆盖的覆，七画，是，是猪，豚，好，我比较惊讶的是大象的象下面这里也是，我以为象会另外有个象部，我想错了。雉，兽有长脊，长长的背脊，可能是这种野兽四脚着地，它的背脊这样长长的，然后有一个头，都是这个部。和，错，错的意思是忽走忽跳，写成错部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这样。义是国家，刚好配合下面这个赋来看，跨越八画的话，义呢写在右边，所以我们说左赋右义，通常写在字的右边的都是义部。雍是城边有水围绕，所以常常是美好的意思，就是是一个美好的领地或城池，雍常常有美好的意思在。跨越八画，覆它是土山，主这个字，带这个字念成带，它通这个带，隶属的隶。锥是短尾鸟，之，准，这里两个放在一起读成愁，是成对的鸟，三只鸟聚在一起，鸟很多，读成杂，它也常常有纷乱的意思。九画，为二声哦，特别拿出来讲，它是柔软的兽皮，特别强调柔软，是因为有些兽皮像犀牛，那个皮是很硬的，可以当盔甲的。刃，尾，这字读成尾。石化，这是镖，毛发垂披，毛须都是。痴暗怅，忧郁的郁。十一化，鲁，这是盐，咸这个字。十二化，指，指的是女工，这个字在这里不是念成红哦，它是工，就是女生会缝纫啊、刺绣那些女生比较拿手的事，通通都叫女工。服，十三，敏，它本意是勤勉，但后来拿来当成部首的时候，大部分是一些龟鳖类的字。圆，它是大乌龟。乐，它是乐器，这个字就通这个和，这个字就通这个谐，和谐，这个和谐指的是乐音的和谐，
好，今天比较特别，读音的部首，还有它常见的字或比较难念的字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咯。下一次呢，我想要带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诶，这个字怎么是这个部首，好特别，这个字的部首很特别，我们都没想到的。希望这样的影片可以陪你度过有点漫长又无聊的暑假，尤其是国小国中的小朋友啊，可以增加一些常识，或者是更懂一些读音。晚安。